想做路虎做路虎，想做大奔做大奔。你就记住，就一个字儿，爽。大爷，大爷，大爷，请教您点事儿，大爷。因为上次啊，您说的是卫生间文化。我戴眼镜。哎呦，好。你说怎么着，小子？上次您说的卫生间文化啊，有很多的粉丝和网友啊不理解，说这卫生间怎么还有文化呀？不太理解。卫生间文化啊，那你就看看别人有什么理解不理解的。是啊，想请您给介绍介绍。那你去啊，大爷您请，您请啊。这卫生间就是小啊，大明。小，您就这么点地方，就是乱七八糟，你说怎么办？这相当于一个，你说怎么着？是，都觉得您这个护肤的用品啊，面霜啊，还有什么洗面奶啊，比较的齐全，而且都对您这个27平米的这平房的这种卫生间啊，都比较感兴趣。其实啊，这些东西啊，都是日常老百姓用的东西，不是什么太高级的。其实你总觉得有的东西，年轻人是年轻人，我们老年人就用的这些东西，你看它就是这个，对吧？来，小子，是啊，你看看啊，像这个，你看啊，咱们先说这个，好，这个呢都是咱们国产最好的蛇油膏。哦，蛇油膏。哎，这个蛇油膏呢，一般的情况下就是年龄大了。这个身上的油脂分泌不好了，有时候呢洗完脸抹点油以后呢，这个用它效果不错。老实论的，我们小时候都用葛乐油。哦，是2块钱一个葛乐油，且用呢这些呢这些东西呢也都是在商店，有时候是我女儿给买。不过我觉得还是好使。这是法国进口的吧？不知道啊。那这是做什么的呢？这个就是冬天的时候像我们这些老年人，这个脖子底下、脸呢，他抹点其他的油脂啊，他特别稀啊，一会儿呢就干不出来啊。我喜欢，我男人爱用香水。爱用香水呢，夏天是夏天，冬天还好。是我们抽烟的人。这个大家都知道，喜欢用香水都知道。这是男士，我这儿都是男士东西，我这儿没有女人用的东西。他们我看那个视频里的说，怎么那么多东西啊，还有女人的东西没有？哦，没有，一件都没有，坚决没有。这是男士香水，这叫菲拉格慕。哦。哎，味道非常好，非常好。是，这个呢，这就是一般的香水，这是马球高尔夫系列的。是，那我接个电话。好嘞。我待会儿给你打过去，宋，一会儿啊。哎，你看这些东西啊，我都是老必备，这个都是一些润脂的东西，身上啊，老了就是不行了。这个是什么？马油。哦，马油。这是西班牙的。好，真棒。不是棒，很便宜。30块钱。哎呦，能用多半年。那是不是挺便宜？这是澳大利亚的啊，这是润肤的。哦，润肤的。洗完澡润肤。有时候我们老了这不行。这是朋友送给我的，这是韩国的。哦，韩国的。对。这个也是，这是日本的。哦，日本。哎。日湿的，它就是给老年人补充这个什么的，补充这个油脂的。哦，油脂。这是咱们国产的。也是女儿给买回来的。这个是吉尔玛，这个是意大利的。哦，这一瓶要搁我使，我得使一年多。从造价上来说，100多块钱，我使一年值。哦，挺实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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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所以这些东西，这个我就用普通的刮胡子刀，
这个像这牙膏啊，国产佳洁士啊，好使，高露洁，高露洁好使，其他东西呢没有什么可奢侈的，你就记住啊，让自己呢从卫生间出去的时候呢，身上没有什么杂味儿，不让人讨厌。再一个呢，觉得自己用的东西比较舒服，是，对吧？又花不了多少钱，对，让自己呢改变一下，这个平房卫生间的那种文化，好玩极了。是是，对，好玩极了。而且，大爷，您这间27平米的平房啊，加上这卫生间文化，是感觉的是很典雅。是，朋友送我一个小烤炉啊。没地儿搁，我先搁在这儿，还没开用，据说很不错，做了烧烤啊，还是挺好的。其他东西就那么回事，是生活生存起来，啊、你就记住，就一个字儿，什么字儿？爽，好，爽，好，谢谢大爷，别客气。